我重看三哥搞说球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3年福建女排对阵天津女排的一场教练之战啊。天津队身穿紫色球衣，姚笛袁熙月的这球没扣上力量，福建的扣球被王一如和袁熙月拦到了界外啊，这球福建队获得一分。李德旭现在看看镜头给到袁熙月，福建队继续发球，好的，姚笛救起来再靠，天津队再得一分，20-14了。姚笛、李盈莹和袁熙月都在前排。国家队的中流砥柱啊，看看王一竹的发球，哎呀，破坏遗传了，我来再靠，李盈莹探头，哎呀，这球李盈莹没有打好啊，没有过，20-15。比赛区先来看看福建队发球，这个球没啥争议啊，这个是福建队得一分。比赛区发球直接没有过网啊，天津队捡了一分，21-15了。比赛区接着看袁熙月发球，好的，北飞，福建队扣球再得一分，21-16了。福建队现在虽然在第一局的后半段有点崩盘，但是现在追分势头也可以。比赛区好的，姚笛损失一，哎呀，漂亮，还是姚笛猛啊！这球直接就得分了，22-16，姚笛被换下了。袁熙月上的时间还是不够长啊，比赛继续，这边是孟豆的发球。好的，救起来再靠，酸篮网，这边失误了，天津队离第一局的局点只有一步之遥，23-16。再看一下慢动作，这球直接庄宇灿直接把球拍出了界外，孟豆继续发球，北飞救起来，李盈莹再靠，被拦了。第一最后阶段李盈莹的成功率啊并不是特别高。比赛继续，看看福建队发球，好的，北飞漂亮，这边王媛媛的扣球直接得分，24-17。关键时刻王媛媛站了出来。盈盈继续发球，就是来再靠，又是庄宇山的扣球，24-18了。庄宇山关键时刻真能顶得住啊！那北飞再扣，漂亮！王一如扣球，